走起，我的天才街坊是由韩东君、彭小然领衔主演的都市情感剧，讲述了科技怪才陈潇与金牌猎头沈诺因爱相遇，二人相伴共同创业，相互治愈的故事。韩东君饰演的男主天才工程师陈潇，一直是各个高科技公司争相邀请的对象，初恋情人的到来打破了他平静的内心。而彭小然饰演的猎头金牌顾问趁虚而入，男主答应了女主的建议，离开了和兄弟一起打拼的公司，投入竞争对手公司，却遭到前公司设局等一系列变故，多年的嫉妒症发作，也因此丢了工作。然而在女主的鼓励下，逐渐走出伤痛，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。面对事业的挑战与爱情的火花，她又该如何应对？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掌握更多的新剧资讯，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